在10月8日 ，TWICE 官方 SNS 一口气的更新了 TWICE 第三张完整专辑《Formula of Love》，O plus T equals to Heart。其中 Formula of Love 意思就是爱的公式啦，然后其中的 O 是代表了 Once， T 当然是代表了 Twice， 最后 Once 加上 Twice 就会产生爱，就会有爱心。 MV 和专辑将于2020年的11月12日星期五当天在台湾时间下午1点的时候发布，大家不要错过了哦。